就在这样的一个清晨，我们来到了位于拉萨的西藏登山学校。这里有一群把登山当作梦想的藏族孩子们。向后撞。等会儿，预备，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好的，谢谢。别出手。我想写一篇对吧？哦对，我现在走。中奖呀！往前看。走，走，走。你先加速去，差不多。哦，准备啊。这来把猪骨头啊，我吃多了，准备啊，加油啊！
晨练结束了，学员们要回到寝室稍事休息一下，再开始早饭。在学员宿舍里，我们结识了楠木加，他今年18岁，是登山学校第6批的学员，已经在这里学习了2年半。不一会儿，瀑布教练也来到了宿舍里，和我们闲谈起来。他们大部分的这，我们这下半年期间，大部分都是去年去唐沙，还有唐老就那地方去那个爬山。他们出不出去呢？他们也出去。也出去啊。嗯，全都是出去这里面的。出去几次了？你们？现在去了2周里面可能去了3次。就是山外头。嗯。就上外头那个起地方啊，年纪康沙方啊，那边去了3次，他们有大部分的是运输。啊，那边是没有牦牛嘛，啊，只能就人来运输。你想不想出去啊？是想在学校还想出去啊？你现在想出去。瀑布教练告诉我们，在登山实践的同时，学校也很重视文化的学习。学习文化方面学习，要不文化太低的话不好嘛。主要是我们那个上午大部分都是学习，语文啊、英语这种。我们那个大部分的老师都是请来的，西藏大学请来的英语老师。那你们觉得上午上课好还是下午训练好呀？肯定上午课好嘛。为什么呀？上课为什么好呀？训练不也好吗？训练什么累的？那训练完了可以出去啊？可能他们是，那个我以前是那个公司里面的嘛，后来我就去年10月份就接他们吧，然后就接他们以后就我的有些有其他教练和我的那个教那个他们那个运动方面那个不一样嘛，然后就我那个狠一点，他们那个。我的那个训练方法是含一点的，然后就他们现在那种不喜欢训练。那他们不喜欢训练，喜不喜欢你啊？啊，他们不喜欢你啊？现在心里面肯定是不知道，我们谁也说不准嘛，对吧？
表面上喜欢，心里呢我也不太清楚。问他们自己吧。我们偷偷问一下，然后回去回头告诉你的。可不要搞得你不好意思了啊。普普教练所说的公司是指与学校一体的登山服务公司，学员毕业后可以直接由公司吸纳成为职业的登山向导。这种上学与工作结合的体制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学员们的就业问题。这个吉他是谁的呀？是啊，老师的。哦，老师的。对。你们会弹吗？我们。他一点弹的。他。你会弹吗？对。他一点会。能不能给我弹一下？老师。老三个。老三个。老三。下一段是的。看见今天的。小心点啊！马上就要到，马上就要。兄弟，要六个线。要袖子能捏上吗？教我学。哎，这学。你会啥呀？刚刚你别，弹一点，弹一点。老大，坐着。好的，别别别，万一他会，他会，我比他好的。但是，我这个真没什么，不可能的，手指当时真的干净。你们的大师比他还厉害。我的，我都没弄清，怎么当的？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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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跳吧。好，太好了。哎，石头。